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看到什么怪怪东西？有看到这东西，我直接毛骨悚然起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当蚂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开始。然后目前是让我们选择蚂蚁的感觉哦。我要选一个比较帅的，对不对？我其实不确定它这个有没有那个，就是性能间的差异耶。啊，这一只是怎样？它感觉像一般的蚂蚁被拉长。我来选一只比较凶的，有没有？这只感觉就很凶啊，有点像蟑螂。过重不喜欢昆虫的应该不会喜欢这部影片吧？它其实做得很好哎，以一个手机来讲做得很好哎。那我们直接开始看一下这款游戏到底在干嘛？这款游戏没有音乐，各位知道吗？那我们先来附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食物是不是？我可以吃这个东西吗？啊，我在吃东西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要吃苹果，苹果这么大 K 吗？哦，我把它吃掉了，观众。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右边这边其实有写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昆虫蛋白是不是？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活力两点的感觉。我吃掉。哦，所以我们活动会肚子饿，然后我们就在家里吃软饭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这边，快乐的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就只有我在家里吃着同伴带来的东西，我还可以咬自己的同伴，不行。来来，我们稍微逛一下这附近啊，我看一下这边是去哪里的。哎 我这个蚂蚁太大只了啊！这边是，我可以咬哦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可以挖洞的感觉是不是？我在挖洞啊！哦，我挖洞了，我自己也可以为团队做出贡献是不是？哎呦，然后我这边可以扮演就是。一般的蚂蚁是不是？然后这是蚁后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雌蚁，然后这是雄蚁，对不对？我扮演公蚁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。它有一些说明之类的啊，然后这地图，我是不是都在这里啊？然后这个地图其实还蛮鸟的，好，不重要。我们继续玩我们的，我们现在就是我要出门看一下我的伙伴都在干嘛，我要跟着我的这些同伴走，Hello。同伴们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我吃个苹果，你们不介意吧？那我回个活力啊，活力啊！蓝色应该是生命值啊，绿色是饥饿值的感觉。哎，老兄，你们好吗？啊，这里是怎样破除哦？哦，我出去外面了，我要来去狩猎食物，是不是？这些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啊？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些苹果的啊？哎，我的兄弟们，这里有超级大蜘蛛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有这东西？我把它打赢它啊！不行吧，我们只是个小蚂蚁而已，我们哪来的本事去挑战蜘蛛？我被它吃掉啊，好可怕哦！各位那种，这个蚂蚁模拟器做的也太扯了吧！来来来，我们跟着同伴走，我来看一下那些食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你们是从哪里找苹果的啊？哦，我看到前面有一只怪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我先吃一下苹果啊！前面有蜜蜂哎，这是黄蜂对不对？不要打扰我哦！哎呦，这里还有大蜘蛛，我来，大蜘蛛就大蜘蛛，我来吃小蜘蛛。我好像不能吃这种东西耶。哎，可以耶，我会分解它的东西，然后带回家，是不是？太好笑了吧！哈哈哈哈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！我就咬着这一块东西，然后走回巢，然后给同伴补充营养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雷达哦，红色的是什么？红色应该是指就是敌人，然后白色是指我的队友吧？我的好朋友都在这里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收集这些地上的苹果片的啊？你们还有苹果切片呢？怎么做的？你们怎么做的？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Hello，他们就在这边就有苹果片了，怎么做到的？你们怎么做的啊？他还可以凭空变出大颗的苹果哎！我要跟着他们走，我要跟着他们走。这游戏到底在干嘛啊？我的队友嘞？哦，他们总是也回去。我们要学习当一只好蚂蚁，我们要跟着同伴的屁屁走，因为他们会在脚底留下什么什么特殊气味，我可以跟他们走。我发现我们都比这些小蚂蚁大好多，我还可以抢在他们面前走回家，有没有？走走走走走！哦，我这群蚂蚁好可爱哦。我也好想养蚂蚁哦，
哎，那个我带食物回来了，我带食物回来了，我要来供奉我们的蚁后，好不好？嗨，我的好姐妹们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公蚁好像都是雌蚁吧，都是雌蚁，所以说啊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姐妹，不是好兄弟。来来来，我那个以后我带食物给你了，哎，你有没有要夸奖我啊？我偷抱一颗蛋爪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可以把蛋移走哎、欸，啊，蛋好像是不能吃的，那我们把蛋搬出去看喂蜘蛛，我这样会不会被打啊？我好像很智障啊，好像我的姐妹对我抱着一颗蛋都没有什么怀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干嘛啊？我抱着一颗蛋很正常吗？郭总，这看起来很正常吗？哎、欸，这是大蜘蛛怎么死的？哎、欸，我把蛋抱来给你们，你就只给我死掉是怎样？怎么那么废啊？垃圾蜘蛛哎、欸！我踏过你的尸体，莫名其妙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来来来来，黄蜂们，我把蛋抱来给你们好不好？你可以让我加入黄蜂群吗？我也想要有翅膀飞。哎，啊！不要打我！我给你这个，我给你这个，不要打我！哎、欸，我给你蛋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要打是不是？要打就来啊！要打就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好像打不到他哎、欸哦，我打到了，我会赢吗？我好像会赢哎、欸，我会赢哎、欸，我在打他，哎、欸，我打赢了，我好猛啊！他同伴来了，等一下，打，救我！对不起，来啊、哦！我死了啊！公蚁好难玩哦，我不要当公蚁了，我要来当蚁后，好不好？不行哎、欸，蚁后不，这个需要花钱哎、欸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照当公蚁好了。我怎么可能会为了当蚁后而去花钱呢？对不对？我要在这边开动。我们是不是也要尽量扩张我们的蚁巢？我觉得我们蚁巢好小啊，蚁后在这种地方也太不安全了吧。我应该要往更深处走，再深处多挖一点巢穴出来，有没有？我就不断的挖进去啊。哎，我不要挖这个，不要给我石头，我要挖土。呀、我发现我好像我 Michael 在挖矿，你知道吗？来来，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，我咬。哎，挖完了是不是？这其实已经挖完了。如果要挖的话，就是我可以选择要挖这样子。哦，它是一个垂直往下的感觉。啊，我其实也可以，就是让它往下就好，是不是？还是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挖挖看，它会散开来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好像我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挖哦。我个人有点辛苦啊，哦，我这样挖好大哦，哦，我们这里是中间大厅，有没有？哦，有，它开始分散了，中间会有一根柱子的感觉。我知道，我懂它的意思。OK，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挖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吧。哦，观众，我发现可以稍微设置它的地点，没有？比如说我点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可以设置就是让女王巢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也可以设置就是幼虫吧，就是卵。也可以射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储存食物的区域，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有没有？我们就这样子射好，然后之后它应该，有没有女王不见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女王怎么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到底要不要清掉了啊？以后在这边啊，我们这些小蚂蚁都不把这些土块清掉的，其他的蚂蚁呢？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委屈女王啊？我是不是要继续往里面挖大一点啊？这样有点委屈哎。我们以后哇这么辛苦，哎，我肚子饿了，吃掉。我们以后这么辛苦，在那边产卵，然后你们跟我讲，我们这个女王这样住这种鬼地方不行啊，我要继续往里面挖一个更大的空间。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挖很大的。我来看一下哦，感觉这个很大哦，这个空间是很大的，我们就用这个来当女王的房间好不好？女王就要在这里面产卵啊，我有没有设想的很周到呢，各位观众？哦，我们这个地方挖完了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大空间看一下，我先转个方向，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大的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在这边先设一下，这边是女王室，然后女王应该就会走进来吧？女王好像卡住欸，还是女王死掉了？你怎么了？女王是死掉是怎样？女王好像很虚弱，你是被石头卡住还是怎样？好了，我自己是不知道它是因为 bug 卡进去还是怎样。
我好不容易为他准备了女王室，就这样没了、欸，我一个超难过，各位知道吗？他是太久没吃到食物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太久没吃到食物了？我要带食物来给他吃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带进去。哎、欸，女王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女王，你不是肚子饿吗？你怎么站起来了？我给你吃。给女王吃。那你要走路了吗？再给你吃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在喂女王吃东西哎、欸。哈哈。可以，哇，他很开心，他又在生蛋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他开始生蛋了、欸，啊，不是啊，你怎么不去我为你准备的女王室？哦，感觉他好像是被那根柱子卡住，是不是？我稍微慢慢移过去，他就会过去了啦。那大概就这样子吧。那总之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等一下，走开这些该死的土块是怎样？哇，算了啊，我还是让他回去一开始的地方好了。这个呢就算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算了，我把全部的东西都聚集在这里啊，比较方便。不然这些小蚂蚁都不会运东西进来，有够气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全部都让它聚集过去了，蚂蚁以后也走过去了，好不好？那总之我们就走吧，跟随女王的脚步。啊，这些卵怎么办啊？啊，我稍微叼一颗走啊。我记得这个幼虫是不是也需要吃东西啊？这不是蛋，这是幼虫哎、欸，不给它吃东西，它好像不会长大。我先把幼虫放下来，喂我的幼虫吃东西，给你吃。哦，它真的是要给它吃啊。然后它到后面吃很大之后，它们应该就会变成蚂蚁了，对不对？来来，然后我觉得也是时候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来出去狩猎一下了。哎呦，观众，好吃的哦，观众，我找到瓢虫了。我可以把瓢虫吃掉，对不对？瓢虫感觉就很废啊，蚂蚁应该是 counter 瓢虫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单挑啊你，啊不就好单挑啊，来，我的乙酸让你死，啊、哦，太神了！我告诉我看到天上的这个是苹果，是不是？还是什么东西？长在这种地方哎、欸。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吃哦？这个该死的小苍蝇，苍蝇哥在地上爬啊你准备当我的粮食啊？你还想去哪？以为只有你会爬这种东西是不是？我也会啊，我可是蚂蚁啊！啊，来，你再给我跑，你再给我跑，你再跑，你再跑，你再跑，过来啊你！我要当一个狩猎者，好不好？捕食者，你最好不要给我跑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，你要去哪？回来，我咬，哎、欸，我发现他咬我、欸，哎，哎，我怎么打不到他、啊？哼，垃圾啊！我没有捡到那一块苍蝇肉，哎、欸，这爬不上去，各位知道吗？它有一个屋顶在，然后那我们下去，那我们下去，我要去找我的苍蝇肉。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我的苍蝇肉不见了，我想吃苍蝇肉啊！哦，我好难过，各位观众。我的食物没了，枉费我跑那么远去追你，然后继续往远处爬，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好像没有，目前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。果然，我还是应该去找黄蜂打架吗？这游戏是只有蜘蛛啊、黄蜂两种怪兽哦。螳螂哎、欸，各位众，照理来讲，蚂蚁是不可能打赢螳螂的哦。一对一的话，而且我是蚂蚁也太大只了。来，螳螂是不是？螳螂。我咬，我赢了，耶！久违的螳螂肉啊，来给我吃啊！哎，最好是这不能吃啊！我好不容易杀了螳螂，你跟我说不能吃，不然我杀螳螂干嘛？我从屁股来！哎，我需要回血好不好？给我吃一下！哦，有了，我可以吃了，太神了，各位，好吃好吃！哎、欸，我真的是要从他屁屁才能踩到食物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看到什么怪怪东西？有看到这东西，我直接毛骨悚然起来、欸。这是什么蟑螂吗？这应该是蟑螂吧，还是什么？我看不太出来，很像。哎、欸，这是蟑螂哎、欸，蟑螂哎、欸，这不是蟑螂吧？这不是蟑，这不是蟑，这是蜘蛛。什么蟑螂？啊，这也好像也不蜘蛛，这是螨虫是不是？螨虫，螨虫我这么小。
它有八只脚啊！我第一眼以为是蜘蛛，吓到我想说是蟑螂，可是我想说不对啊，蟑螂哪有那么小只？蟑螂有跟蚂蚁一样大只吗？好啦，我继续走，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昆虫。哇，过这种瓢虫是不是有两只啊？两只哎，三只哎，我先引一只过来应该可以。哎，不是叫你三只一起来好不好？我是说一只不是三只。完了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直接骂哭骂哭骂哭到底，太多了啦！我没有想到瓢虫这么恐怖哎，看到你跟看到仇人一样往前冲哎，干嘛啊？哎，我要被追到了，等一下，不要啊！哎，我看到我同伴了，小地图有我的同伴，我往他那边靠拢。啊，不要追哦，不要追哦，不要！完了完了，我被攻击，我被咬了，走开！不，我的同伴，救我同伴！啊，来不及走到了，同伴在这里，气死我了！好啦，随便啦，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好了。其实它这边有显示所有的昆虫啊，就可能就是蜘蛛啊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就放弃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太想要再打完了。总之这款游戏还行啊，以体验一个小蚂蚁的感觉来说还不错。如果你也是喜欢昆虫的人，应该会蛮喜欢这款游戏的。但它游戏性其实真的没有很高，所以说总之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讲到这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